妖怪大手，妖怪手表徽章。这是吴信义的蜡笔盒，蜡笔水盒。哦，这里有一个，你看这个是安板门吗？是今天看那个吗？这个是那个咸蛋超人。这个是这位爸。这里还有皮卡丘。我爸是什么？咸蛋超人。咸蛋。对呀、啊。他不是鸡蛋超人。啊，鸡蛋超人。咸蛋超人。他是面包超人吗？蛋。他是蜡笔超人，咸蛋的，他只有咸蛋，咸蛋，咸蛋。我这个画，哇！哦，吓死人了！哇，一个弯。哎，点个菜都无洗哦。洗了。哦。是说吴信义会写波波吗？哎，真的吗？你可以写一遍给我看吗？这个是什么？是麦当劳？不是，麦当劳是这样。那我也会写一个三呢，这样弯一个走出来。这是三呢、欸，真的。还会写二头弯一个板，然后斜斜的一横。哦，这是二耶。嗯。那波波摸的波怎么写？这样，你看。波是这样吗？我也会四，我也会画四。这是四。那波波摸的波怎么写？这样。哦，好像闪电麦昆哦。是这样啦。嗯。啊泼呢？泼是这样。屁嘴暖的泼。放屁泼。放屁泼哦、嗯。不要乱叫。不不。是，不不泼。弟弟说不要乱叫。泼泼泼泼。我先写这样。是。然后。然后怎么写？泼。然后再写这样。好像不是闪电呢。泼怎么是闪电？那这样打叉。哦，还有一个打叉哦。对，这就是泼。那么呢？么是这样。这是么、哦？这个。对，那个是么。这样写写一个一竖。嗯，这样从这么横整。哇，么哎、欸。对。是啊，分呢。分。分。这个。这是这个分。嗯，好，那先涂一个线。对。再涂一个线，然后么。哦，分。冰箱的吗？那个是分，但是笔画好像不对的。嗯，笔画不是，好像不对。你改天再问一下那个老师，看要老师教你一下。那下来，那再过来。嗯，对，分就是这样。嗯。嗯。好像在走迷宫一样。啊！这样。从箭头吗？我也会画箭头。